来自于地狱的机器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来喽！啊，那边有几个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操，我操，这个声音太棒，一定要收起来。”不用太崇拜哥，我们能回放吗？最好不要啦。这就是你刚才的操作。这是来自于地狱的机器吗？看着哦，这是一张梅花街，手没有问题，一弹就变掉了。怎么做到的呢？点赞直接教学，非常简单。准备两张卡片呢，叠在一块，食指、中指、大拇指三根手指捏住底端，用中指将第一张平行拉到后边来，像这样子。那从正面看呢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对吧？如果你在拉的同时呢，配合另外一只手去这样弹一下，或者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你也可以这样去好摸一下，随便你做什么动作，吹一下都可以，根据自己的习惯，可以弹，可以吹，可以怎么样都 OK， 那魔术就圆满的发生了。您学会了吗？